一个很快要短，第二个很快要长。竖画要垂直，越短一点。横不要太长，这个竖画提笔对顿一下，再想一下，竖一竖间距要起来近一点，横画间距均等，斜钩注意要细要长一点。顿完之后向右下方伸展，到这个地方稍微停顿一下，不上去，点在这个横画末端，第一这边横画要近一点，这部分的话笔画写的间距要小紧促，这个笔画要突出要长一点，要写的细一点。